情期间，由于大量的留学生回国啊，再加上新移民推后登陆啊，造成了多伦多地区很多出租房呢出租的困难啊。但是在这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呢，我已经成功的帮客户租出去了十几套的房子。在这边，我想分享一下我成功的经验。首先呢，第一，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晰、漂亮、专业的照片。第二，房子的定价一定要合理，不能太高。第三，一定要及时的啊，把这个房源信息 post 出来啊，能提早不要推迟。第四，一定要及时的 follow up 租房的客户及经纪，及时的调整啊信息啊，及时的更新。第五呢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选择一个好的租客啊，真的是要非常的慎重。不能只是单单的看他的信用分数，而应该更多的了解这个租客。如果能够面试这个租客那是最好的。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成功快速的把房子租出去。如果您希望关注我更多的房地产信息可以添加我的视频。谢谢。